我也说过很多次了，但他这个里面加了禁制内容，根本是没有办法显现的。没关系，那就先把它收起来，等子英回来一起想办法。灵莎，每当看到你这个样子，我就想带你回青鸾峰，远离这些打打杀杀，我们安安静静的过日子。我本来也可以和我娘子平静的过日子，但是因为你们，她离我而去。 李江流，你竟然还活着！若不是素瑶救我，我怎么能够找到你们报仇呢？你竟然跟素瑶串通一气？不是串通一气，是公平交易。若不是因为你们，怎么会毁了我和明珠的永世相守？你们凭什么活着？ 你的修为为何提升得如此之快？你和素瑶到底干了什么？我帮素瑶把一对魂魄做成了乾坤魄，他已经把魂魄打入了韩灵莎的体内，而他体内正是乾魄。乾坤魄，此乃魂魄，只有它能抵御至阴至寒，此物。 需注入体内方可功倍。韩灵莎，你可知道，你才是真正的望舒宿主？等素瑶体内的潜魄一点一点吸干净你体内的望舒之气，到那时，你就该命丧黄泉了。 怎么在这儿啊？那个龟蟹不是说要把我们打入妖域吗？你赶紧把我送过去，不然他们肯定为难你。他们能允许我给你医治，就不会为难我。林莎，刚才在大殿的时候，我真的很难过，我不想那样的。我知道，即便你现在是妖主，但你还是我的好梦里。林莎，此战不可避免，而且凶多吉少。 你们千万不要参与其中，也不要再管我了。我会想办法送你们出去，你和天河就去青鸾峰。恭迎少主，孟末妖族少主参见母亲大人。灵儿，我将代代相承的妖主之力传于你。 我族始祖将于梦幻源头向你诉说亘古之谜，你知悉所有，必须竭尽所能护佑所有。母亲放心，梦离一定竭尽所能庇佑所有，善良性命。少主此言需要给属下们明确，你要护佑的只有梦末妖族。既然要继承幻冥界之主之位。 那就应按照历代妖主行为规制在此起誓，只与我族共存共亡，生死相依。离异之心将引祸端，背弃之举必遭天罚。梦里的血液中，流淌着我梦末始祖的高深灵力。只有他才是我全族活下去的希望，而他已与我说，他定会断绝与人族的一切往来。禅优大人，他若不起誓。 我龟邪不信也不认，还请少主当众立誓。我起誓，定与我族共存亡，生死相依，离异之心。 将引祸端，背弃之举，必遭天罚。